美琪乔，一位阿罗汉尼修道正果之旅第二集，出家美琪生涯。仔细观察你身语意三页，言行举止要沉稳内敛，不要说太多话，也不要给自己添麻烦。注意自己的语言，笑的时候要矜持。诺格拉巴洞。多年下来，美琪乔的禅修形成独特的风格和明确的方向，每次进入新的心灵领域，都加强他禅修的动力。他花费大量的功夫研究其他众生的忧悲苦恼，但是却忽略了反过来观察那令他在生死中流转不息的情执。因为禅相是由内在的一根接触，透过往内专注观照而知道，所以他把观察禅相视为对心以及深层心理功能的探索。他以为经由观察禅定中出现的现象，可以了解心和深层心理功能的真相，与此同时也了解观照的心。问题是，虽然禅相中的世界跟人类世界一样真实，一样明显，可是在禅修者的知觉中，这些还是属于外在的世界。即使这些现象没有实体，不可触控，不过在本质上还是心知道的对象，所以属于观照心以外的法。美琪乔全心全意探究这些禅相，导致他的禅修只专注外在的心灵领域，忽略了自己心里面精彩的内在世界。美琪乔没有看出修行中这个关键偏差，而阿詹坎潘也没有足够的智慧点出症结，毕竟他自己的修行也没有超越定与神通的范畴，在知见上无法破除美琪乔对禅修境界的迷执。虽然他的心有甚深的定力扶持，但缺乏般若内观，因此无法洞见禅修境界无常苦的本质。美琪乔信赖阿詹坎潘的指导能力，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真正高明的老师。美琪乔对各种心灵领域越来越着迷，贪着追求兴奋的新体验和更广泛的知识，这个贪染正是众生堕入轮回的心事世界流转不息的原因。美琪乔还未透彻了解苦以及造成苦的真相，阿詹坎潘纵使有定力，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摆脱强烈重定轻慧的倾向。因此美琪乔丹溺在三摩地的宁静中，不知不觉沉迷于感官认知的微妙力量。美琪乔1937年至1945年住在高山，这段时期日本入侵泰国，把泰国拖入区域正在恶化的冲突中，成为二战的一个主要前线战场。战争爆发时，战机飞过他们住的那座山上方前往执行轰炸任务，回程途中经常把未用的炸弹卸投在附近的山区，之后才降落到附近的空军基地。间歇性震耳欲聋的爆炸让森尼二众逃亡至悬崖下避难，只有美琪乔一人处之泰然，不受干扰也不害怕地继续禅修。他发愿宁可献出生命也要追求佛法，他知道如果要在这一辈子解脱烦恼，在修行的道路上就必须视死如归。有一阵子轰炸持续不断，严重干扰女众的禅修环境，美琪乔和其他几位美琪只好搬到诺格拉巴洞去住。他们在山间曲折的小径攀爬了大半天，来到附近远离军事航线的山峦。诺格拉巴其实是山边地势崎岖的一处洞穴群，在这里
每个人都可以选一个安静的石洞禅修。在山洞第一晚的深夜，美琪乔从深定中出来，他意识往外流时，遇到一个样子像大蛇的精灵，他立刻认出那是一条龙。这种以心识形态存在的众生，住在地洞以及洞下面的水域。美琪乔对龙可以随意改变外形的能力很感兴趣，通常他们会化身为人显现。那条龙放肆地用它化形的龙身盘绕美琪乔的身体，昂起头靠近他的脸，以轻蔑的语气威胁道，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把所有的美琪吃光。美琪乔深知不畏惧死亡的力量，面对这个巨大的龙头，他冷静地警告这只龙，要他考虑鲁莽行为的果报。他提醒他，美琪是佛世尊无上正等正觉者的孩子，是绝不可侵犯的。那条龙依然固执己见，美琪乔挑战他，如果真的打算吃掉所有的女众，那就先吃它。龙马上张开血盆大口，准备攻击他。这时，美琪乔的功德显现神秘的力量，那张大口焚烧了起来，痛得他大声喊痛。那条龙终于折服了，化身变成一个克制恭敬、友善的普通年轻人模样，同意让女众住他的山洞。虽然龙被驯服了，可是这只异类还是保持自己的脾性，整天飞过来掠过去，没有一刻消停。另外，他也喜欢坐在山洞中央的一块石头上，在那里吹笛子，响亮的笛声在整个洞里来回震荡。但是每次他靠近在坐禅的美琪乔，笛子声就很神秘地低了下来，好像声音没有办法从笛子里发出来一样。这诡异的情况让他一方面很困惑，一方面又很泄气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想到美琪乔能控制自己的声音，他就越来越不安。在对他神通的威力越来越敬佩的同时，也失去打败他的信心。有一天，美琪乔看到那只龙拿着笛子经过，就问他去哪儿。那只龙逗弄他，说本来要去村子里跟一个女人谈情说爱，不过现在却想跟美琪乔调情。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呵斥道，自己是持戒的女行者，对她没有兴趣。她告诫她要把持基本道德，强调戒是品德的根本，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应该珍惜和护持。她解释，道德规范是一道栅栏，防止众生侵犯彼此的物质和心灵财富，也保护和维持每一众生内在的价值。要是没有道德节制，世界会陷入一团凌辱和混乱中，到时将没有任何地方和平安宁。美琪乔接着敦劝这只年幼的龙不要再藐视德行，应该根据佛法改过自新。能够革除这种颓废心态的话，自己和其他众生将安宁快乐。他的一席话让这只龙心悦诚服，承认自己犯错并请美琪乔原谅。看到他的心受感化了，美琪乔进一步劝告他受持五戒。首先不可杀害其他生命，这样做你将学习到怎么控制自己的嗔怒，培养慈心，还有不可以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拿别人的东西，你摒弃偷盗的念头是在约束贪心，放弃占有，那么你就有成长的空间。不要有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，禁止邪淫协助你降服淫欲，养成知足的心态，
此外，不要说谎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说实话，这样你能控制妄语的习惯，重视真诚对待所有的交往。最后，不喝酒，避免酒后乱性，同时培养正念，必须先做到这点，才能手持一切戒得力不犯。说服了那只龙守基本的五戒，美琪乔教导他，除了守戒，布施和禅定也非常重要，这三项道品不只是今生，也是未来生生世世内心可以依靠的基础。众生现今的一切，都是自己过去行为所招感的结果，需独自承受一切业报，没有其他人可以分担。诺格拉巴洞的女众依靠当地居民供养白米和其他食品，他们自己也每天出去寻找各种可食用的野菜、薯类、菇类等补充粮食，饭和腌鱼则由信徒供养。这些做布施的村妇成了忠实的信徒，为了报答他们的诚心，美琪乔经常分享自己禅修的经验，从中灌输道德观念。然而当他有能力驯服龙的故事传到村子里时，许多村民感到不安和害怕。这里的居民长期沉浸于泛灵信仰，极端迷信禁忌，任何人的心灵力量凌驾鬼神之上，都让他们戒慎和恐惧。他们把这起事件跟巫术联系起来，既害怕又敬畏。诺格拉巴处于森林地带，村民一般都以打猎和采集野菜过活。美琪乔展现神通的故事让当地人不敢踏入那片森林，然后开始有人非难他们。当时正巧遇上反常的暴风雨，大雨没日没夜的下，导致村里低洼地区严重淹水，有人指责是山洞里的美琪引起这场雨闹，有些流言蜚语甚至谣传日本军入侵那个地区也是他们招惹的。虽然诺克拉巴山洞是清幽的修行环境，但是周遭乡村的情况实在太糟糕，一连串的污蔑让美琪乔觉得是时候离开这里了，否则各种误解恐怕将给其他人带来更多的不便，于是决定跟其他美琪一起回高山。